你虽是异乡的助手，提出证据，当初小峰离开之前，艾家就一怀心愿，不用的面容就是证据，面貌可以一用再讲。你敢抵些人情吗？再说一句，我会杀你。小天进入苏家门。现在国际必须最好的办法就是严明正心，这对彼此拢好啊，不用冠冕堂皇，要严就严。北武王朝也善于这些人心处理技术问题，但最终仍是一场骗局。但有用事，只要意识精神的人就能判断。阿祖，现在武林上目前呢有此认为。木胶囊，好。阿祖医生手术，请人进来咯。小天，你心不愧为娘吗？好。正因阿祖非常在意这段亲情，方必须确认真相，请您体谅。有心无心，心在人间，多情薄情，情喜江湖。叶小天带着情况，我已做心中知晓。这两位想必就是保主与小保主，在下木娇奴。幸会，小天心中的疑虑，必须彻底解读。愿母亲照未来考验，请问先生该如何做？小保主果然与叶小天非常相似，但为何万一？用手枪小步走，因我既精辟知识，不用对我来。好，小弟这段时间也该让恁听听曲艺伊的风言。哼，我为苦苦学习曲艺伊，因为弟小峰在抛弃弟子，这才是事实。我曾向你讲过，当初我弟弟医生以东方反目，遭受对方不明，想前往相救。医生，你不用吗？不该。医生，好。是宋天独音，飘宋天正向异乡下处欢度。异乡生死之处已是极限，我不能让异乡死。解毒之法，必须就由阴阳交替，将毒气导向入心，再由入心奉血吸存。异乡。抱歉，李梅，你兄弟醒了，我心胸毒，是的，我。别无算定，都想你想去哪里？与你无关。你这是何苦？你想究竟发生何事？如此虽然。异乡就没有加害木家之人之心，一切是萧松天等人一谋所害，
曹休有人的前来巡守，只是外部家该不得安宁，因有令用武器何时，不如就此散。医生既然真心解无可杀，那你可想过伊心情？那无比伊命更重要。要多照顾囡仔，你分明是心虚之人，患多多爱。我是真心爱慕，但你心中却只有你。胡说！后来恁就共同生活了。异性失去羁绊，手下苦尽劳苦，但终归各有志向，对外与往昔不见分别。伊的劳苦，我做他疗伤照顾囡仔，共同受得。那段日子，甚至使我感觉，这便是我的家庭。这段误会又是从何而起？异性一直预感，你们来催，赞向我水，若继续一日斗阵，只会害你更深。所以爱我配合，声称自己是伊的妻子，一切拢是骗局。你要开始如异性塑料混入里去。人才有夫妻之实，怎样是骗？也只有那一次。如何？关于小夫子是否英勇气盛，娇奴已有定见。难解的情分，终将揭开最终真相。当初曲丽伊又是为何避亲？伊奉我无用。是乎，真是叶小天亲手做呢？